陈亦如，我每天成交单破万、破十万，总会有一点那么的舒服。我在小某书上面，我在微博上面，我很多评论大家 at 我，我都会看，我都会截图给我团队看。只要任何做的不好的，我们会努力。我每天成交单破万、破十万，总会有一点那么的舒服。但我希望我们可以做得很好，做得越来越好，让大家看到关注我是值得的。我会让大家知道。在我直播间是开心的，然后真的买到东西是物超所值，性价比是真的很高。因为我本来就对数字很有概念，我本来就是学经济的，我对数字，我对性价比我很在意，所以我一定会帮大家把守住这一关。